从前，从前，唐朝有一位诗人名叫孟浩然，自小喜欢读古人结义事迹，并且身体力行，但仕途却一直不顺，多次进京赶考都没能考取功名。多谢娘子。于是，孟浩然在娘子的祝福下，带着菜头和葱，充满信心的进京赶考。一番长途跋涉后，终于来到长安应试。好热的考场啊！连考两天都没洗澡，哦，浑身都是汗，真不舒服啊！还好只剩下最后一首五言绝句就能交卷。哎，来想想该写些什么呢？国家大事，还是我最擅长的田园风光。文兄，你何苦在我耳边徘徊不去啊？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哎，不重要，初次见面请不指教，我是马文才。天哪，你是人还是文呢？文兄不要害怕，你我相逢啊，必是有缘的。正确的说啊，我是蚊子的金货。你想做什么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觉得心里有点烦，想找你聊聊天。现在吗？我在考试哎。好吧，那我只能吃你的肉，吸你的血，然后离开了。吸我的血，这样子会很痒哎。哎呦，算了吧，你有话还是赶快说吧。是这样，我有些生活小困扰。生活小困扰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孟兄，话不能这样说。你是读书人呢，你应该懂得万物皆有其的道理啊。也是啊，那你有什么生活小困扰？我实在搞不懂，为什么你们人类看到我们蚊子就非要除湿而后快，人人喊打呢？那是因为被你们咬了之后皮肤会很痒，更何况还会引起疫病。又不是所有蚊子都会引起疫病。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这么害怕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你们的心里这么的微小，谁分得出来谁是谁啊？这么说也对，不过、啊、你们的后代子孙发明的杀虫剂，不但把我们赶尽杀绝，而且还对环境造成了永远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，莫学受教了。哎，客气客气，顺便告诉你，第一，我是雄蚊，不吸人血；第二，你只剩下三分钟就得交卷了，认真点，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哦，那我干嘛浪费时间听你说话？哎，我糟糕糟糕，都是那马文才害的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发长声，蚊子死多少。哎，好诗啊，好诗！朱晴，你这是什么改编诗啊？哦，怡正，这是我下礼拜参加故事比赛写的古文新解，很有创意吧？哎呦，什么古文新解？我看根本就是篡改历史啊！哎呦，这我是结合古今的文学创作，这可是我晚上被蚊子叮了好几个包才得到灵感的。舒晴，你被蚊子咬啊？需不需要我妈妈自制的青草膏，可以消肿止痒哦？哇，姨子，太谢谢你了，我超需要这个，你都不知道，实验室蚊子超多的。哎，舒晴，谢谢你啊，有你这个捕蚊灯作证，我们都不怕被蚊子咬哎。舒晴是捕蚊灯，为什么？难道舒晴是传说中的蚊子杀手？
哎呦，鼻子，心柔是在取笑我啦。蚊子别人不叮，一看到我就一窝蜂扑上来，就像看到捕蚊灯一样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哎。喂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在外面就听到你们在讨论什么蚊子的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博士，蚊子到底是喜欢我这种爱运动的阳光型女孩，还是喜欢抒情这种有营养的福气型女孩啊？我怎么觉得这称呼不像在称赞我啊？博士，你看心柔啦。哎，你们到底是在讲什么啊？我们是在讨论到底蚊子最爱叮哪种人。哦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。哎，我包包里面呢，刚好就有几种人呢，是蚊子喜欢咬的人哦。哎，博士，你这个包包这么小，还可以躲人啊？不是啦，我刚刚呢去跟小朋友演讲，正好呢讲到这个题目，所以呢我准备了这些呢图片，这样呢小朋友就比较容易了解啊。来，你们猜这些人之中呢，谁最吸引蚊子啊？是体型娇胖的人、体型娇瘦的人、穿深色衣服的人、体温较高的人、刚运动完的人，还是有汗臭味的人呢？你们觉得是谁呢？我觉得是这个体型较胖的人比较容易被叮哎。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就算被叮，就算肿得很大的话，也不会看出来。我觉得是穿深色衣服的人，因为就算蚊子在上面，也不容易被发现呐、啊。我觉得是刚运动完的人，还有有汗臭味的人，好像都很容易被蚊子叮啊。像心柔就是个活生生血淋的例子。哎，你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，我来公布正确的答案。容易被蚊子咬的人呢，分别是有汗臭味的人，还有呢刚运动完的人，还有呢身体微胖的人，还有呢体温高的人。哎，博士，为什么这些人容易被蚊子咬啊？他们对蚊子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吗？致命的吸引力？不啊，明明知道飞来咬人可能会被一巴掌打死，还说这么拼命飞来，这不是致命的吸引力吗？没错，因为这些人的身上呢，都有一种特别吸引蚊子的致命吸引力，叫做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？正常人只要呼吸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啊。因为蚊子呢的头部呢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感受器，这个头部凸起的感受器对人类呼气产生的二氧化碳特别敏感，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0.01%，蚊子就能侦测到整个环境的变化，当浓度增加到0.03%，就会让蚊子飞过来哦。所以刚运动完的人和体型比较胖的人，因为他们呼吸比较急促，所以制造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比较高，比较容易吸引蚊子靠近哦。除了二氧化碳呢会吸引蚊子以外呢，蚊子的触角上呢也有一组呢对于乳酸啊、温度啊还有湿度的感受器哦，所以呢对体温偏高的人、体型微胖的人，或者是呢有汗水的人呢也特别敏感哦。对了，博士，蚊子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夏天啊？为什么每到夏天蚊子就会变得好多？没错，最适合蚊子生长的温度呢是25度到27度C，在低于16度以下的天气，蚊子的活动力就会减弱。如果16度以下达3天以上，蚊子就会冷死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冬天蚊子少，夏天呢蚊子就比较多啊。可是蚊子如果在冬天就冻死了，那夏天蚊子是哪来的？应该是蚊子妈妈抢在冬天还没变冷前所产下的卵吧。心柔说的对哦，因为蚊子呢它会利用产卵的方式呢来度冬，等到来年呢春夏呢适合的温度的时候呢才孵化成幼虫在水中生活啊。那我只好祈祷夏天赶快过去，别让我在晚上又被叮得满头包了。诗晴，恐怕不会如你所愿哦。因为天气暖化的关系呢，连续几年的暖冬呢不但没有冷死蚊子啊，反而让蚊子呢越来越多啊。哈，冬天不冷蚊子不死，那我就一整年都活在蚊子大军的恐惧下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舒淇，不要紧张啊，我们可是妙的社小助理，一定可以找到好办法的。哎呀，舒淇你放心啦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消灭蚊子的好方法的。消灭蚊子？哎，这
这杀生不太好吧？哈，那博士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这群蚊子大军啊？当然有办法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？就是去调查他，去了解他，然后呢就有办法去对付他。博士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博士的意思是自己找答案。聪明，现在是我朱青梅小助理哦。舒婷，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找啊？我们就是上网看看。套房出租，专人管理，包吃包住，还全身装潢哎。舒婷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去调查蚊子吗？你怎么还在这边看传单？心友，你看这张传单上面写啊，这是套房，包吃包住，还全天候管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事啊？说到这个，我倒是知道一位专门养蚊子的教授，他不但养蚊子，还帮蚊子准备一间包吃包住的豪华套房哎。哇，帮蚊子准备的套房，那会长成什么样子啊？对啊，我也很好奇，看来就走一趟蚊子套房。才能解开蚊子秘密了。要去是可以的，不过我要先看看我有没有带我的法宝防蚊衣。哎呀，糟糕，我忘记带我的防蚊衣。行人，等一下，我又被发现了。哇，这个就是蚊子的套房哦。还有编号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。蚊子的套房还要编号？你看，还有记录温度的。这是不是就是蚊子套房的房东啊？有可能哦，那我们去找他吧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你们好，听说你们两位对蚊子很有兴趣是吗？对啊，老师，我们有上网查资料，发现你这边养了好多蚊子哦。不过为什么养蚊子需要空调啊？因为蚊子它有生长最适合的温度哈，就是摄氏25度到28度，湿度在70%左右。那在这种条件下面呢，它的生命最强，然后寿命也最长，它繁殖力也比较好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温度来养蚊子。可是徐老师，蚊子可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昆虫哎，像是它们会传染疟疾啊，还有登革热哎。对啊。既然蚊子这么可怕，为什么你们还要养蚊子啊？因为我们养蚊子的主要目的呢，是我们要更了解蚊子，我们希望了解它的生活史，希望了解它的生态习性，希望了解哪一种药剂它对它最有效。老师，那现在主要传染登革热的蚊子是哪些啊？那台湾有100多种蚊子哈，但是会传染登革热的蚊子主要是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这两种。老师，那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跟一般的蚊子有什么差别啊？是在外形上面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哈。那白线斑蚊呢，它的身体哈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花斑的，就是看它的腿一节黑一节白。那埃及斑蚊呢也是一样，也是有同样的花斑，腿也是一节黑一节白，一节黑一节白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它的胸部的背面的时候，它花纹是一样的。那白线斑蚊就是很明显的一条白线，但是埃及斑蚊呢，在它背部的花纹就好像我们看那个竖琴哈，那有两条平行线，有两条弧形的线。那还有一种蚊子啊，我们讲热带家蚊，通常在家里面是晚上出来吸血的，它的身体都是灰色的，就没有什么花纹，所以从外形上面很容易区分出来热带家蚊、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。还有一个呢，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，它们都是白天叮人的，白天来吸血的。那热带家蚊都是晚上来吸血的，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区分出来，它大概是哪一类的蚊子。不过老师，你会不会在观察蚊子的时候就已经被叮了好几个包啊？是，如果在户外的话哈，你在看观察蚊子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被叮很多包。可是这样子在野外还是很危险啊，如果被病媒蚊叮到的话，很容易感染登革热哎。对啊，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对付蚊子的妙招啊？最好的方法就是，如果我们在户外做蚊子的观察的时候，最好穿长袖的衣裤。那另外呢，皮肤裸露的地方再擦一点防蚊剂，但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。根本的办法在户就是要减少蚊子的滋生源。
什么环境是蚊子滋生源啊？蚊子我们看它产卵的地方都产在有水的地方，孑孓也都活在有水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在住家附近或者野外有积水的地方哈，都算是蚊子的滋生源。所以家里只要没有积水的容器，就不会滋生蚊子咯。是的，是的，完全正确。原来蚊子的卵必须在水中孵化，难怪每年夏天都呼吁要清除家里的积水，才不会滋生蚊虫。不过乡下的水稻田积水那么多，会不会变成蚊子的育婴房啊？那像夏天的时候啊，乡下的水稻田旁边也会有很多成群飞舞的蚊子，那也是因为积水滋生的蚊群吗？是，那个水稻田里我们晓得通常都会保持很大的水量，所以它会滋生非常多的蚊子，而且很多种类。那这些蚊子在我们头上飞，飞得好像龙卷风一样，它们会不会飞下来叮我们啊？那一群的大部分来讲都是公的蚊子，就是雄的。那雄的这种行为呢，是召唤雌蚊子过来交配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雄蚊子当然我们都知道不会叮人哈。另外因为它是正在进行这个交配的行为，这个雌蚊子呢它也不会叮人，它是去做交配，所以这个时候被蚊子叮到机会并不多，除非它是已经交配以后的蚊子才会来叮我。那蚊子顺利交配完之后啊，大概多久才会产宝宝啊？那它交配以后呢，它也不会生下宝宝，它一定要吸血，而且要吸饱的血，那吸饱了血以后大概经过三天，然后它的卵才会成熟，然后这个时候才会产下来。哇，只要三天就可以产卵，这些母蚊子真会增产报国。老师，那一只母蚊子会生下多少蚊子宝宝啊？它正常来讲哈，它平均来讲应该是100个卵每一次，因为蚊子它吸饱一次血就会产一次卵，那一次卵呢就会80到120个哈，所以它活得越长呢，它吸血的次数越多，它吸血的次数越多，产下的卵的数目就越多。那如果蚊子寿命很长的话，那不就剩下很多很多的卵？是。难道蚊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只有一个？就是不断不断的生蚊子啊？可以这么说，蚊子的一生哈，我们从幼虫开始谈起，从卵孵化以后呢，变成孑孓，孑孓大概经过8天到10天呢，就会化蛹，蛹经过2天呢，会羽化成成蚊啊，一般是雄蚊哈先羽化出来，那雄蚊的寿命呢，大概是8天到10天，那这个期间呢，它会跟雌蚊交配。那交配以后呢，雌蚊它就开始准备去吸血，每吸血一次呢，它就可以产一次的卵。那雌蚊的寿命呢，大概是4周到12周之间。4周到3个月的时间，都是不停的吸血、产卵、再吸血、再产卵。是的，没错，是这样子。对不起，我必须有一个电话，先要去处理一下。老师没关系，那我们可以留在这边继续观察蚊子。是，你们可以慢慢看，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再回答你。好，你们看。谢谢老师。哇，好想进入蚊子的世界一探究竟啊。不知道蚊子是怎么吸血的，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吸人血啊？我倒是比较想知道，到底什么是公蚊子，什么是母蚊子啊？是不是蚊子飞来飞去，我头好晕哦。我也觉得有点晕哎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蚊子世界。那恭喜你，你不就上次害梦浩然考试考不好的那些臭蚊子吗？舒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冤枉！上次闯你的是我老公，可是啊，他不吸血，会吸血的是我啦。我是埃及斑纹嫂 Jimmy。蚊子世界还分谁要吸血，谁不吸血啊？当然呢，大部分的公蚊子，他们只吃花蜜，还有植物汁液。可是啊，我们母蚊子为了要生宝宝，就要跟你们人类借一些宝贵的血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生宝宝，一定要跟我们借血啊？因为你们的血很营养啊，而且啊，你们人类只要牺牲2到5公克的血，我们就可以生下1到200克的卵哦，吸一次，生一次，吸一次就可以再生一次。你看你们血多营养啊！不客气了。
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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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繁衍出这么多的小蚊子，我们不就每天晚上都要被吸血叮得满头包吗？嗯，安啦，我们蚊子吸血有是有控制的哦，因为啊，我们身体里面有个膨胀接收器，如果我们吸太多的话，它就会发出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，这样我们不要再吸了，不然会吃太饱飞不动哦，很聪明吧？哦，食之有志，看来你这蚊子还算有一点文性嘛。可是为什么被你们蚊子咬到真的很痒？哎，你们到底怎么咬人的？内涵，不问内文了。我们的嘴巴就像一只细细的吸管，把吸管插进你们皮肤里后，找到血管就可以把血咕噜咕噜的喝进肚子里喽。哦，咕噜咕噜喝着我们的血，你都不知道，那你们蚊子咬超痛苦嘞。哎，苏雪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哎，不过蚊嫂，为什么你们叮完后会这么痒啊？因为我们在吸血的时候会用一个小配包。什么小配包啊？那就是吐口水。我们的口水超厉害的哦，因为里面含有多种蛋白质，让你们的血管扩张，血液不会凝固，所以啊，要吸血就要吐口水咯。啊，好啊，你耗子的血还一边吐口水啊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打死了。两位不要激动，这都是大自然的生态嘛，要不为了赔偿你们，我今天就不吸你们血了。那还差不多。只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心愿，不知道两位可不可以成全我啊？啊，什么心愿？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礼貌性的亲吻你们的手背，当作告别呢？这个博士教我们做人要以礼相待，以德报怨。既然他自己有心意，我们就成全他吧。好吧。这耶，又吸到血了，又给生宝宝了，耶，又给生宝宝了。这是蚊子，是诈骗集团哦。太荒谬了吧，这该不会是一场梦吧？哎，小朋友，对蚊子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在刚刚的几分钟之内，我们对母蚊子突然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。既然对蚊子都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可以赶快回去跟妙博士报告了。徐老师，今天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徐老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怎么啦？哇，糟糕了啦！啊，怎么了吗？我们刚刚不是在徐老师的实验室里有接触到那些母蚊子吗？那些蚊子不都是病媒蚊吗？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感染登革热。啊，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医院进行隔离啊！糟糕了，两个小助理不慎被埃及斑蚊叮咬，究竟他们会红肿、发痒，还是引发更严重的疾病呢？小助理的命运会如何发展？他们能不能打破眼前的僵局，为全人类找到消灭蚊子的方法呢？且看呼叫妙博士下集《抗蚊计划大作战》。